我叫 Tim， 是澳大利亚人，已经在杭州生活了差不多十年了。Hey Dad, I'm good. Everything's good here. It's getting back to normal. 杭州，这个很美丽的、温柔的城市，就跟我太太一样的，所以我一直都想把杭州这个美丽、这座美丽的城市的故事讲好，给我在澳大利亚的朋友、家人，甚至和全球给大家现代化的便利，同时它的文化的底蕴很丰富。家里我们经常把我们两个女儿一起出去走走看看。我和我太太，我们是在梦想小镇，我们创办了一间文创公司，在做一些跟国外推广中国的文化，同时这家公司也在帮一些国外的公司引进到中国，比如说国外的科技到中国来，就是相当于商务啊、科技啊，我喜好是很多方面是完全不一样。我一些国外的朋友来到杭州，我会带他们去体验我感觉比较感兴趣的。那第一件事情带他们去是吃，所以皮尔川、鲟鱼、卤鸭、酱鸭、杭州菜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我在杭州还有余杭生活了差不多快十年了，在这里我收获了我幸福的家庭和幸福的生活。杭州菜、杭州话、杭州人，这些我都喜欢。我觉得他们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比如说余杭藏钱老街有着880年的历史，它是温润的、婉约的，还有良渚拥有的5000年历史，它是古朴的、厚重的。生活在这里不仅是有安全感，而且它还有幸福感。这是杭州一座美好的城市，赋予我们新杭州人的。我是余杭的 Tim， 我为杭州代言，你也来吧。